收看的是开播段，中华新闻关心黄秀文来关心明仔在位的事。根据通知记载，旧历正月21日在位伫咧正西边，好时是星期，也就是早起7点到9点，适合着嫁娶甲订婚。另外提醒我大家其他的禁忌提醒。接下来关心到健康的消息，在关林镇一名55岁林姓妇人，最近一年来出现到这频尿的毛病，一天要走30多次的便所，然后来到万荣病院来救助。这泌尿科的主任利用到内视镜在膀胱的肌肉来进行肉毒杆菌的治疗，现在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今年55岁林姓妇人面对记者，虽然也是会紧张，不过即卖伊总算唔免阁受着定定爱走便所的困扰。我要写真艰苦，安尼拢做困扰，拢唔敢出门，逐天拢，暗时啊嘛拢无困哦。我你是规工一直走便所，走到是足严重个啊，拢嘛唔知要怎叫你。现在靠到小小一罐的肉毒杆菌素就可以改善状况，研究显示注入去肉毒杆菌素了后，就可以治疗间歇性膀胱炎，让泌尿机放松，膀胱放松了后就可以增加储尿量，减少漏尿的问题，也可以减缓尿急的感觉。药物的治疗效果也不好，那经过这个内视镜的检查之后，发现是一个间质性的膀胱炎。那间质性膀胱炎目前来讲，其实有一些这个膀胱玻尿酸的灌注的治疗，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然后大概50%的病人是有效，但它效果也比较慢。好，那我们采用了这个肉毒杆菌素的膀胱内注射，那效果非常快速而且明显。好，那最主要对病人的生活品质的改善，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了。肉毒杆菌素真正是无简单的美容性品，除了会当让人变水以外，佫会当治疗频尿。不过这项治疗健保无支付，每注一剂这自费金额要10000多元，一剂疗效平均大约半年。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员林采访报道。另外要提醒厝内这家长时段，请你特别注意这个新闻。中华关口大道肺炎的链球菌疫苗免费注射的对象，呼吁着厝内有年满2岁、未满5岁幼童，拢会当到指定的医疗院所来免费接种着肺炎链球菌疫苗。注疫苗是让囡仔听甲妈妈好。为着囡仔健康，家长嘛是爱甲囡仔抓条条。中华卫生局表示，对3月初1开始扩大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注射对象，主要就是因为咱台湾一年还有700多件的病例，是因为感染肺炎链球菌引起的重症。2010年、2011、2012、2013年都一样的一个趋势图，非常的明显。哦，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还是2到5岁。5岁以内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发生率最高。哦，它的发生率的话，在4岁、5岁的话，甚至可以达到每10万人口28.5以上。因为肺炎链球菌疫苗一剂要3-4千块，那是爱自费，并不是每一个人拢做得起。过去我们的经验看起来，接种率大概都是能够做，大概都不会超过30%。所以等于是有了这个政策，也要靠家长的配合，要比较主动一点，找个时间到各个医院，还有就是和医疗院所，还有卫生所哈，带小朋友去打这个疫苗。那我们知道它是保护2到5岁嘛哈，所以其实现在是满2岁的哈，就应该把握机会早一点打。卫生局强调，肺炎链球菌疫苗扩大免费的注射对象以后，预估今年咱彰化县将会有28000多位幼童受惠。卫生局嘛呼吁家长爱赶紧带囡仔去做。大江新闻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在彰化市长柯建铭就任满30周年，公所特别选择庙宇地位上尊贵的元清观，也就是天公坛，来举行市长就职30周年的活动。在活动中，市长来针对着铁路高架划定重大建设案，嘛表示会来加强推动进度，回应彰化市民的期待，让民众对着幸福有感。
时间过了真紧，彰化市长胡建富已经就任满3周年，公所今仔日特别选择庙宇地位上尊贵的天公坛，盛大举办市长就职3周年活动，真侪里长甲地方士绅出席庆祝。市长江湖表示，市公所促进和谐团结，甲落实市政建设成果非常的丰富。这3周年来，员工是咱彰化市一直以来大家上届团结合作和谐一个时段。那么，咱伫推动市政建设方面包括咱的饮水问题，咱小杨路甲中华西路捷角工程，咱彰化市成林路店以及改为双向道，观光这个开发方面咱的旅客员工伫咱彰化市成长甲四成以上咱伫这个寺庙部分尤其明显的成长，咱过去有一年营收5200万。现在提升到9800万。市长强调必须更加打拼来推动铁路高架划定重大建设案，让市民有感。我们的彰化市这个铁路高架化，以及我们东区这个都市计划，我们积极来跟县政府来做一个这个推动，希望这个重大建设可以早一个时间，我们的政府我们大家共同认真打拼，经济繁荣，民生落地的方向，来带动着咱彰化市的繁荣和进步。彰化市是彰化县的首善之区，但是面对县林发展进步速度真紧，也佮有邻近的台中市吸引人潮消费的竞争，彰化市政建设是真大的挑战。大众新闻陈文清，彰化采访报道。另外来看到河美的政治社团国民党河美党部今天举办到新村党员联谊，在这联会参会当中，这党员私下是热烈来讨论到何事公道的话题。不过这县党部主委谢碧仪是来强调，何事是不是有商转，以着安全甲专业的考虑为重，一切拢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国民党河美党部今仔日举行新春党员联谊，虽然举办的时间比较较晚，但是党部同款用心规划摸彩甲丰富的餐点，予党员甲民众做伙享用，做伙新春团拜，而且交流新的一年工作重点。很高兴，我们全体党员都这么团结哈，今天来到现场大概400多人哈，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分享我们宝贵的意见，一起来团拜。民众好运气得到奖品，拢真欢喜。新春传拜，我能够得到一支电风扇呢，是非常荣幸的。新阁开抛出着合适的公道议题，嘛成为今仔日党员之间热烈讨论的话题。关东部主委就表示，一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合适的问题哈，我们比较倾向这个我们马总统也是马主席所说的，按照核安之后，我们才来谈核能。那现阶段有太多的人在发表不同的想法，该遵照专家的这个说法来做一个依据。若一旦走到这个合适公投的这个路的话，我想我们会配合我们执政党以及中央的这一些相关作为我们来做配合的动作。河美党部召集党员新春联谊，促进党员沟通联络，也建立各种议题配合的动员能力，加强地方的影响力。大众新闻台记者何美采访报道。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中区决赛将伫3月初二开始，伫彰化县连续比赛13天。这回有来自中区15000多位的这精英选手要来参加这届音乐盛会，邀请乡亲做伙来帮这选手加油。